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日日丰 Vision 88的秀秀。今天由我来为大家介绍日日丰24坪1+1房的样品屋。进门客餐厅空间，楼高约3.2米，室内坪数运用得宜，没有多余走道空间。规划大面落地窗，通风采光效果佳。本案使用大同隔音气密窗，搭配5+5胶合玻璃，有效降低噪音及室内温度。厨房搭配樱花 Sakura 整体厨具，包含隐藏式抽油烟机、双口炉及落地式烘碗机。另外搭配 LG 人造石台面及樱花厨下型净饮水设备。主卧室空间宽敞，可设置整面衣橱，大面积开窗，采光明亮。次卧室灵活的弹性空间，兼顾通风及采光，做房间、书房或更衣室皆相宜。卫浴采干湿分离，使用 American Standard 整体卫浴，搭配免治马桶 Panasonic 4合1暖风机，卫浴开窗干燥通风。日日丰基地正对全联，楼层规划地上15楼、地下4楼，每层5户2部梯，是目前少见的宜居规划。看完刚刚的介绍，有没有十分心动呢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拨打赏屋专线来预约了解哦。